枪毙啊！啊，真系向阳枪毙啊！我做只，你哋，我惊，我惊。 哦，讲那个，啊，咱即摆桥顶外咧，连动路也愈激烈啊咧。诶，已经开始咧行，即摆就随时拢会出，出发生哦。诶，啊，两条，我做，诶，啊，先，这激烈哦。诶，这激烈。哦，所以大家即个物件，毋是讲看咧二袂当个。哦。而且伊迄方向拢毋知咧，为头前后壁，诶，伊会四处乱窜。啊，不要跳。哦，即摆有看到尖来。诶，尖来，伊，下面尖，啊，两边个。 即摆咧是迄个新民甲新民的沟通。谢老师啊。 哦，看咱大家即摆发起来，啊是安那，看到有一个民众徛伫遮，啊桥更成功，一直甲停卡慢咧堵咧堵咧，啥物意思？伊即个是咧帮伊咧修建，哦，伊迄个临时有代志，啊来来遮甲帮伊停车吼，啊伊即摆是咧帮伊咧修建。哦，接过来。来来。伊边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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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仔呢，大桥呢已经出来，即摆咱伫中西区的金华路店。哦，对嘛，即摆行行行行，行行行。像这样子在街道上，其实还蛮难能一见的。所以即摆代表讲吼，咱是明天要出门，开始要收兵马，啊收好在地所有的。你看咱乌龙嘛拢出来，而且速度嘛收紧了吧。 冲入去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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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树树啊卡所在，拢有可能这种垃圾面啊，对对，会变伫迄个所在。哎呀，看到你垃圾面是当然一个义务，每一家用个清洁啊。机动巡逻队了，对啊，看到什么来都得现处理啊呢。是。但是即卖咧，即卖走无快。现在进行是。啊，去堆过。行行行，行起来。左肩。好，今嘛挖过来，左肩，挖过来。好，安尼挖过来。对。啊，对。好，加油。
我跟，嘉兴，嘉兴，第一届尝试天心棉服务关大甲，很不一样的体验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路要怎行，而且刚刚沿路走的时候，其实很特别的是，一般进前桥拢是直直行，但是它是这样稍微有点斜的这样子走，因为随时会有一个转弯的动向，唔知道要往倒去。其实在扛的过程中还蛮平静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我现在身上的任务是帮新棉服务，让跟阿喜正生去纠察队出来处理代志。为什么到了乡下安尼大家无去啊？即摆走来才是学校的外口遐。这学校的围墙边。围墙边哦。是。哎呀，谁那走来学校围墙边？我突然看到那桥梗，突然一直吐那门安尼。我即摆搁冲过来。对啊。阿姨，以前嘛是属于迄种物件。嗯。好、啊、好。好，结束。当结束。先当结束。当结束。好盐米嘛伊啊，啊就好，为虾米香香阁降低？啊，如果冲你要来底啊？就是盐米阿姨啊，伊就是无接受啊，哦，伊会逃跑啊，啊逃跑变安怎？啊因为伊只有个工业杠杆了，直接落去处理啊，直接对决，这样比较快。你看伊第一批起来抄啊，见血啊，吼，哦，啊所以讲先礼后兵。是啊，先礼后兵。我本来好好跟你讲，你不听话，你个走，哦，啊个走先好，我个出报出来啊。拄只看到王爷公的机身，啊，但是好像拄啊过一个，迄个老发发起来。王爷公，吓，王爷公，因为因遮个吼，就是因遮个歹物仔吼收起来了，伊会送转去王爷公遐拍的，啊，才交予神明来算做判断啦。哦，看是要家做处罚人，还是讲把他提拔成兵将。套上。
我拄只我看那王爷讲阿叫啊，嘛伫你面上，佮佮忙帮你祈福啊，你有甚物感觉无？我感觉吼心肝吼，我足轻松的。足轻松的啊？嘿啊。我足轻松啊吼，因吼我最近厝内有发生一寡事故，吼，对，啊因吼我佫较无闲，啊所以讲吼，上帝讲甲咱吼甲咱稍稍的加持一下。